什么是嫡长龟啊？奇猛了，只听有嫡长女、嫡长子的，还有嫡长龟。嫡长龟就是永远比其他朋友重要，而且是闺蜜谱里第一页的第一行。没错，所以呱呱，我是你的嫡长龟吗？那还用问吗？雨乔，你是我唯一且珍贵的嫡长龟。于是，嫡长龟买的烤肠就是好吃，爱吃多吃，我买单。回到家里，阿娟呢？我回来了。嘘，你肯定是我的嫡长龟啊，怎么可能？他只是我的次龟，在我心中你才是最重要。我妈都有嫡长龟。呱呱，我走了啊。那不是马上就吃饭了？你去哪呀？我的嫡长龟非说自己是树龟，我这会儿出去哄他去。我的个太老了，连我外婆都有嫡长龟了，没有嫡长龟吗？